今天晚征战有声，开始吧。那这期又称为战无双。征战无双，名将无双名将传，两个名字、啊。无双名将传，新的，接下来干嘛？其实我们可以得到赵云吗？你现在抽，哇，我得到成功了！啊，所以今天这集重点是要成功，成功是什么鬼呢？这只。其实这游戏每次都一星啊。嗯，靠，他那么烂哦。去演示一下吗？有了有了，我说点中间那个是不是？对面竟然展示。我下面学到技能的介绍，再是护盾。你们自己参考一下，要不要练？啊，我是一个比较偏心的人，哪一只强我就练哪一只，这确实是有点偏心的。这个兵书呢，之后又开启，这样，你这边可以调整阵容，这样，这我们会得到赵云，这样子，然后血还可以快速扫荡，好，我们去第三张。好玩吧？哎呀，这期卡灯就重新下载吧。我只能跟目前的解决方式就只能这样子了。这一景很美，我佩服他们。我们虽然抽成功哦，但是我不一定会演示。哦，毕竟他也不是什么枪角。那你之后再拿出来吧。今天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主线了。拿出鸡蛋是可以扫荡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就玩到这边。